抓到十五至十地，即只交通也是一个正健康的办公室。啊，所以按高雄市差不多拢伫即个计数咧走，所以高雄市真个成功率也阁袂足高，还可以生存啦，应该是这样讲。啊，伫北部也他们都是年成交盈利面问题比较大，投资客人当初的投资客人还是企业建商的量拢非常的大，所以两个困难。啊，现在市区都是盖好了。推了没有人买也没办法，所以价格会下跌嘛？你们有会有这样的？我们大家都尽量守住，暗中下跌就好了，不能公开下跌了。啊，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同业是暗中下跌，好，真的，这是事实。